PD So Easy， 大家好，我是墨金。前两次介绍的中壢观光夜市，还有桃园观光夜市的盐水美食，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棒啊？接下来我又要跟大家介绍优质好料喽，你们猜猜看是哪个夜市呢？答案就是杏仁花园夜市。好啦，我们赶快来看看它有什么样好吃的美食吧。PD So Easy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伊娃。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哦。怕等出谷等豆用啊，因为我国台语不好啊，我用中文讲一遍哈，打断手骨颠倒啊，不是啦，下来告诉大家，杏仁花园夜市强势回归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来就是要来告诉大家网络票选的人气得奖店家哦。说到这里，我整个口水都流下来了啦，我好饿，好饿，好想吃哦。这个时候。我要拿出我的索尔锤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太饿了，赶快召唤主播，我要吃东西啦！第一家到底是谁？主播？是的，首先要介绍的是台南镇蚵仔煎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的蚵仔比拇指还要大哎，真的是超夸张的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一探究竟吧。哇，跟拇指台南镇蚵仔煎，我们来到了这家得奖店家。首先呢，除了要说哇，这个蚵仔也太大了吧，再来欢迎老板。哎，你好。既然我拿到这么大的蚵仔，我今天赶快来先吃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啦。好新鲜哦，非常补哎。还好我是女生，哎，不是啊，乱来，小孩子有在看。好，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第一名的得奖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蚵仔煎，蚵仔煎是哦，公司的蚵仔每天都才备上来的蚵仔，哎，我们用是外出，我们的蚵仔煎最有名就是外酥内 Q， 我们这家在地桃园业，桃园的在地已经卖三十几年老店了。我知道啊，很特别的是你们有三个酱哎，为什么会有三个酱啊？这个是辣酱，辣酱，这是甜酱，它这是油膏，三个下去搭配，就是黄金比例下去搭配。因为外面好像都只拿到两个酱，对不 对？哇，我要来赶快吃一下。我们道地的台湾古早味的东西，是台湾古早味的味道，好 Q 好 Q 哦。哦，那还有我们这个根，这是什么根呢？这是花枝根，生炒花枝根。我们就每天从基隆哦，栽培上来的那个花枝，下大火下去翻炒，翻去快炒的花枝根。哦，对，要先炒过。对。哇，那我们就要请摄影师帮我来近看一下我们的泡菜，我们的泡菜好不一样哦。老板娘，那老板，你可以帮我来说一下，为什么的泡菜是长这个样子？泡菜本身是用有话梅还有百香果下去做的泡菜，跟一般的泡菜是不一样的。多了水果的甜，对，还有话梅的甘甜和甘味。而且我们这豆腐是纯手工，南部纯手工的豆腐，跟外面绝对不一样的。手工豆腐，我们的豆腐超好吃的。这个豆腐都大到我夹不起来了啦！哎呀，等一下哦，不好夹，因为很大一个。看一下它，我要赶快来吃喽。有汤汁的，外酥也是内软的。上面有放九层塔，有九层塔。不多人放九层塔哎。对，我们说道地的南部口味，蛮好吃的。我们豆腐是蛮 Q 的哈。主要是啊，里面好多汁，好 juicy 哦！一咬，然后整个汤汁都跑出来了。对，汤汁都跑出来了。哎呀！而且啊，你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的蚵仔煎是很厚很厚的，所以而且这个这么大面积啊，你们一定要来吃看看。这个如果女生一个人哦，可能吃不完哦，这就得。我们的蚵仔煎是用黄金比例的混下去调配而成的，它里面是外酥内 Q 的，一般的蚵仔煎。都是软软的，我们这是 Q 的，我们做的是 Q 的，跟外面的蚵仔煎完全不一样。上面那一层有稍微有点酥酥的，金黄色酥酥的，对。然后吃下去的时候，里面是 QQ 的拉开来，对，稍微跟你的舌头缠一下，很像垃圾啊，不是啦，很像就是有没有搓一个舌头的拔河的感觉。
哇，好好吃哦！在吃我们的花这米花是超新鲜的。哦，对，我刚刚没有吃到，我刚刚只有喝，对不对？对。是啊，因为刚刚吃很弹牙。老板有说花枝从基隆来，好，我们来刚吃一下。不知道你们现在听不到我的声音。对，弹牙 QQ 的，有口感的感觉，对，非常有嚼劲，有鲜度，叫一个清嘛，一个是就鲜的，哦，所以是每天送，对，哇，所以不要忘记介绍这么多的美食，一定要来到杏仁花园夜市来吃我们得奖店家的好吃，总冠军的，哇，谢谢老板，谢谢你哦，谢谢，吃这么多东西，一定要来擦擦嘴巴，我们是爱干净的小女孩好吗？我来拿一下卫生纸。海盗王做的料理啊，没错，就是海盗王大鱿鱼，听起来是不是很强啊？我们赶紧去看看吧。接下来这家得奖店家是海盗王大鱿鱼，好饿好饿，要赶快来吃大鱿鱼喽！哎，这两个人到底是来干嘛啦？我杀了你大鱿鱼的，我不要帮他瞎搅和，你来，赶快跟我一起来点大鱼啊！哎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，我要点大鱿鱼啦！哎，老板。原来刚刚打斗完之后才发现海盗来卖大鱿鱼了，哈哈，老板眼光比较常常大家比较常点什么口味啊？我们常常最多人点就是葱跟蒜的椒盐，葱跟蒜的椒盐，那不然就来一份好了。哇，这一只一只就代表着今天卖出来的量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所以这个哇，我可以，你可以借我拍一下这个吗？超大一份的，哇，这么快速，谢谢。哇，所以平常都老板自己切而已吗？对，我们都自己做。哦。赶快先来试吃一下。哇，好烫，而且好烫。大家先拿到了，先量一下好不好？重点是呢，外面的皮好薄哦。对啊，我们是用薄皮，然后就是希望客人可以吃到我们的鱿鱼有多多汁，然后有厚度有多厚。而且为什么它不油啊？因为我们有使用脱油机，而且我们是用高温油炸，我们把水分锁在里面，所以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油了。再加上为了让客人安心，所以我们在使用脱油机。所以你看，吃起来里面就 juicy， 而且你们自己看这个画面，完全就是不油腻耶，它都是它的水分，然后呢，高温油炸完之后呢，就会来这边。你看，你们赶快看一下，正在脱油，所以我们吃到的就不会这么油腻哦。哇，这么多种的口味哦。对，老板的鱿鱼都怎么来的？怎么那么多这么大只啊？是来自阿根廷的深海大鱿鱼。哇，对，没错。我可以问一下你们，这样一份，这样那么一大碗是怎么卖？一只这么大只只要100块。啊，只要100块。这么大一只哎，是，没错，就是100块，我们从来不涨价的，坚持100。而且还切好哎，炸好切好。对，没错。哇，有看到啊，这些呢，绝对不是油脂，就是它的本身的汁哦，而且它皮非常薄。刚刚我们有说到很多种口味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现在要给我看的是什么口味？就是我们酱料卖最好的两块，就是我们的蜂蜜芥末酱跟泰式酸辣酱。我们这两个酱料目前在市面上很难吃到相同口味，因为我们都是请我们自己请，就是我们加工的工厂帮忙做品尝。哦，所以它是独特的。对。而且拍这一集呀、啊。摄影师很想揍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一直这样，哈哈。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最萌身高差，哈哈，多高啊？一百九。我看哦，你看我连到他的肩膀都不到哎。好了，辛苦摄影师了，要很远拍摄我们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如何可以
做到这样子，皮这么薄？你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皮真的很薄，完全是没有什么皮的。因为这个也是取决在那个人，就是我们自己人操作的模式。因为如果我们皮太厚，然后肉太薄的话，人家客人会认为觉得是说，我们都是只是在吃面皮而已，鱿鱼真的都吃不到。那我们既然选用阿根廷的深海大鱿鱼，然后我们都是皮较厚的，所以我们选择用薄皮的方式来客人，让客人吃到薄薄的粉皮，然后厚厚的鱿鱼。真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真的是薄薄的粉皮，厚厚的鱿鱼，而且吃起来里面好甜哦。那鱿鱼本身很甜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在高温油炸的时候，就把它的肉质所有的肉质都裹在里面了。所以当我们切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每次切都切很快，这样刷过去的时候，其实肉质都是还锁在鱿鱼里面。所以切也是一个技巧哦。没错。所以呢，一定要来到新仁花园夜市，赶快来跟海盗王买大鱿鱼哟，好吃到刚刚在打架都不打架，现在都在排队了啦。赶快来吃！哇塞，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海盗王大鱿鱼啊！天哪，我介绍两道美食，我肚子就饿了。导播录快一点好不好？真的好饿哦。好啦，接着呢，我要介绍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，那就是正宗的重庆麻辣锅，听起来就很棒，对吧？我们赶紧连线去看看。御品香正宗重庆麻辣锅，你看这一锅又香又美味的食物。其实呢，我就想要赶快吃了，也不对啦，赶快来介绍一下老板娘。Hello， 你好。我们现在这个是呢臭豆腐，对不对？旁边这个泡菜是怎么说？等一下，在说之前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来讲一下这个筷子大有来头。这个筷子，你看它怎么好像凹凹的？对。结果它居然是什么？它是稻壳筷，环保稻壳筷。环保筷，对，它没有经过漂白水，而且它放在水里长时间，它会融化，就溶解掉。所以其实这样也很环保，也不会有垃圾。对，好，说到这里，其实呢，我们不要再 focus 环保筷，赶快来吃，赶快跟我讲一下这个泡菜怎么做，好不好？这泡菜自己做的，从切菜一直到最后杀青什么的，看到醋啊、腌糖啊，通通都是自己来的。好脆，好甜哦，而且。有些人不太敢吃酸，对，它的酸是刚刚好对，不会又太酸。那这个臭豆腐啊，豆腐跟这个，有没有什么挑选过特别的豆腐呢？还是有，这个是会烹的，而且吃起来外酥内软，我觉得超 juicy 的。讲到重点它会烹，我刚没有注意到这件事，对耶，因为其实没有注意到，其实如果其他的店家啊，是可能没有到这样的蓬面度，有没有？因为很蓬。整个每一颗都是那么蓬的耶，然后最好是搭配着刚刚这样脆脆的泡菜，就是酥酥然后又脆脆，然后里面又很软的口感，超丰富的。当然这一锅是我们的重点了，对不对？商品。哇，上面料也太多了吧！我跟你讲，先喝汤，先喝汤。对，因为刚刚呢，我还没有录之前，工作人员跟我说喝他的汤，我来先喝一下。因为。我自己是不太吃辣的，所以我就点了不辣的原味。所以我现在刚刚老板娘你有说到，你说我现在喝到的一个味道应该会是黑胡椒、白胡椒，是白胡椒是不是？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啊？本身还有用大骨啊、中药啊、豆瓣啊、糖啊一些食材下去熬制，那全部都是不是添加的。好香哦！而且啊，只有刚跟老板娘。没关系，觉得很没有礼貌，因为你在吃什么，就不是很想跟老板娘聊天。没有了，老板娘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啊，新仁夜市啊，这样浴火重生之后啊，你们有没有觉得生意越来越好了？有，而且管委会很用心经营，带来了很多客人，那广告宣传都很棒。这个鸭血怎么那么好吃呢？对，我要说就是这个，因为很常出去吃这个麻辣鸭血是没有味道的，对，就是只有外面那一层，然后吃进去里面的时候，好像没有吃它的咸甜都没有吃到。这个里面为什么可以卤成这个样子？来跟我讲下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卤汁特别熬，然后有挑过卤包，对，然后接着就是下去熬完之后不能大火，因为它会老。对，要慢火熬，要很用心哦。
多久啊？你这样子，前前后后大概不算卤汁，要算一个多小时。应该准备的时间很长，很长。哦，真的好好吃哦！哎，我停不下来，等下后面就帮我。没有，喝一下，还是要喝一下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你还没吃到我们家的豆腐。啊，在哪里？往下挖。我刚刚以为，哦，原来是料，是不是？对，要往下挖，因为豆腐会放在最下面。大家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料太多了，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挖到啊。等一下，还没，再继续。还没，还要是不是？来了。这个是有九米深吗？别太傲，看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是这种豆腐啊？跟外面的不太一样哎。所以这个豆腐啊，跟人家做的比较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挑。哎，是怎么样？连 Spiderman 都来你们家吃？太好吃了。其实是，等一下好了，待会结束有你的份好吗？其实是因为呢，我们这个是跟台湾吃不太到的，因为你的原料是都从哪里来？四川南啊，四川的是不是？而且呢，你用的酱是跟人家不一样的，因为我刚好跟你聊嘛，他说其实是台湾买不到的豆瓣酱，是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好啦，连 Spiderman 都要吃的食物，都要吃的麻辣锅，你一定要来。我就不多说，先吃咯。搜美食，搜旅游 ，TV So Easy 甄选特搜节目主持人，欢迎您的加入。上网搜寻 TV So Easy。您热爱庙宇文化吗？台湾游购庙庙 girl 主持人甄选，快来加入我们的行列！请上网搜寻台湾游购庙。最专业的服务，请找创意互动。雅马哈 BWS 2未登场，即日起至9月30日买就送70000利率及120000双重险。Jack Three 美丽登场，现在买就送，不现场排太旧换新3000元，丢车赔车险一年，请洽桃竹苗贩卖店。搜美食，搜旅游，搜好玩，尽在台湾美食旅游网。餐餐就是我爱你，0333945520 TV So Easy。尾牙活动，蒸酒活动，寻找创意互动，三三就是我爱你，三三就是520，你好。口水了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对了，听说在新人花园夜市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摊位，他们在加料的时候啊都会敲锅子，哎，是不是很特别啊？我们赶快去看看吧。我们今天来到北海鱼翅，自己来端的哟。哦，好，没事。我们今天来到北海鱼翅根，哇！如果你想要来享受一下平价的奢华享受，嘿嘿，我们呢一定要赶快来继续看下去。哎，老板在干嘛？加料，来加料。嗯，我们加料，我们料很充足啊。哇、哦，所以刚刚这个敲锅子就是加料的意思吗？对，就是我们要加料了。哇，所以后面的顾客有福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加料了。话不多说。我们赶快去吃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赶快去！哇，来到北海鱼翅根，我一定要来问一下师傅，刚刚这样子敲敲敲是什么意思啊？刚刚敲就是我们北海加料。加料？哎，对。这个料原本已经这么多，还要加料啊？对呀，里面有肉羹，有鱿鱼羹，有鱿鱼花枝，还有墨鱼跟色木鱼丸。跟扁鱼，满满都是料，哇！而且是百年古早味的味道。那我一定要来讲一下，这个汤这么甜，为什么它是海鲜的甜吗？对，完全是真材实料。那
好想吃哦。我来问一下师傅，你这样每一天，哎呦，这个画面好呢。师傅，你这样每一天大概都要准备多久啊？因为这个海鲜的料太多了。我们海鲜的料要准备两三个小时。哇。那还有其他的配料呢？其他的配料跟菜，还有一些菜，我们都要。中央厨房在我们公司处理好，然后带过来现煮现卖的。我刚刚看呢，客人真的好多，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先点一个大碗的，再点一个冬粉什么的。但是呢，我刚刚吃了这么多，还没有吃到一个重点，就是我们的根，对不对？根才是我们的重点，我们来试试看看。好。口味怎么样？好。我一定要说一下。因为平常我们吃到的根咬起来都很硬，可是你们吃的是不用牙齿，舌头碰一下就软化掉了，不太一样。对，为什么它是这样子的？而且它的口感很好。对，就甜甜的。哎，你们家的根真的很不一样哎。我们是完全没有加味精的。主要是哦，你们如果来吃会发现这个根啊，哇，是软软的，根外面是硬的哈。对。而且其实啊，师傅，我跟你们说，刚刚我呢在逛的时候啊，看到你们家的这个冬粉，我就好想要吃，因为它看起来非常的入味。对。这看起来真的是做法很不错。哦，我要来吃喽。超好吃的，而且不辣，很 Q。对。油煮不烂，对吧？有一个重点，冬粉很容易怎么样吸水，对，所以它吃起来就很怕会很干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吃起来，对，重点就是它还有一点水分。那如果你来啊，一定要这样点上一盘冬粉，还有我们的鱼翅根，是绝配，绝配。那我要问一下，除了这两样，我们冬天还有推出，要看黄金猪脚。黄金猪脚，哎，对，黄金猪脚汤，哇，要上黄金猪脚汤，哎，对，超好吃的，又吃不了。是师傅他这个清清的汤，哎，对，你喝喝看，哦，他这个是黄金汤，因为好像药膳大家都是比较黑黑的、浊浊的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黑黑浊浊的是不一样，这个汤比较清。怎么样？感觉还、OK、香香的，然后很清香清香的感觉。最主要我们放了黄金草。哦，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对。所以其实这个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因为有那个汤匙的关系，你就会看到它是黄色的，对，金黄金黄色的。然后难怪是因为加了黄金草，是不是？对。那这个是猪脚的部分啊？猪脚的部分我们都先处理过了，哎，绝对 OK 的。我真的每次来夜市啊，都像一个吃货一样，一直吃一直吃。我一定要来吃一下这个，会不会很硬？因为我喜欢吃这个 QQ 的皮。QQ 的，对 ，QQ 的，还好。OK 吗？刚刚好，恰到好处。不会硬呢、欸。对呀、啊。好好吃哦！所以如果秋冬想要进补的朋友们啊，可以来这边。在家里，对，在家里又觉得好麻烦，比如说吃不完，倒不如来点一碗，对不对？对，一人吃一碗刚刚好。可以又大碗。哎，说这个，那我这样子可以吃到药膳滋补的猪脚，现在是怎么卖啊？啊，这个一碗八十块而已。啊，这才一碗八十块？对啊，铜板价。满满都是肉哎。八十块而已啊。哦，八十块，我刚听错。我刚才180块，八十块，怎么才80块？铜板价，80，100块有搞？我没有在演戏好吗？旁边你们在笑什么？不是，这个重点是你们看一下这个肉，看一下这个肉，我为什么惊讶？是因为这个肉超多的。你们如果喜欢吃猪脚饭的，你就知道猪脚便当一个都要快100块了。对，这才80块，而且它是中药材的汤头，养生的耶。最主要我们都回馈给客户。不要在镜头前流口水了，赶快来吃吧。北海鱼翅根的厨师们也太可爱了吧，敲锅子的行为真的非常有趣，你们呢有机会一定要去现场看看哦。接着墨晶想要来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美食，
它啊听起来很熟悉，可是呢吃起来又不是你平常吃的那个味道，哎，那会是什么呢？让我们马上去看看哦。电视机前面的你们准备好卫生纸了没？因为待会儿一定要让你大流口水哦。我们大家都知道棺材板有非常多的料，但是你绝对没有吃过我们这个脆皮棺材板，请看，这么多种，有八种哎！我们赶快呢，马上我就先点了一个白酱，好了，培根，原来是白酱培根，好，哎。我们这个妹妹是怎么来的呢？是老板娘的女儿还是？是老板娘的女儿。刚刚她就一直很想说，这根本就是老板娘的妹妹嘛，一家人都这么年轻，谁受得了？应该大家都是来看你们的吧？好了好了，我来赶快来看一下这个料。可以试试看。哇，好浓郁啊！这里面有什么？里面有马铃薯、培根，还有我们今天现切的高丽菜，很好吃哦，搭起来脆脆的。有清爽的口感，所以这里面的料啊，那么多种，我们总共有八种。这每天都是怎么做的？都是我妈妈中午新鲜现做的哦。每天都自己要现炒哦。对啊，现炒、现切、现弄，然后也是现炸的。有八种哎。对啊，所以妈妈很辛苦。真的吼，然后所以每天都要来帮忙孝顺一下妈妈。当然。好，那你问一下，为什么会是黄色？是涂奶油吗？不是，这是我们新开发的那种湿粉，让它。吐司不会进油，然后脆脆的。吐司不会进油，这很重要哦。各位女孩们注意一下，你看看，这样一碗是不是觉得罪恶感很深重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它不会让它进油，所以我们吃到的吐司是没有吸到油的，没有吸到油，是脆的哦。好好吃哦。你们那么多种啊，有没有哪一种是大家最爱吃的？大家最爱吃就是你现在在吃的这个啊。白酱培根，对啊，它是我们现在新研发，然后也是算卖的很好的。嗯，所以我一点就点到重点了，对，厉害。那你们说这个还要卖什么？我们吗？我们现在还有新推出冰淇淋在上面。哇，冰淇淋哦，它是甜的。哇，是冰淇淋耶！上面这个是什么？炼乳，炼乳跟蜂蜜，甜甜的。你刚刚要教我怎么吃？先挖一口冰，再插吐司。挖一口冰，再插吐司，再插吐司，一口。很满足哦，满足的口感。冰冰，脆脆的。我刚刚说过，对啊，你一口我一口才会甜蜜来啊。好好吃啊！这么好吃的东西呢？我刚刚说有咸的，甜的，还有一个什么？芥黄鸡块是甜的。哇，现在是什么？这是芥黄鸡块。哇，这个也是大家很爱的一个口味。对啊，也是大家很爱的。我来帮大家吃一下。而且你们好贴心哦！我一定要讲一下，鸡块已经这么小了，但是你们还把它对半切耶，这样才能一口咬下去啊。这样你知道，女生跟男生出来约会的时候，就最需要这样的东西了，你知道？好浓好浓，好好吃哦！然后配一点吐司，哇！我觉得这一摊我吃的最开心，你知道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没有蜘蛛人，不会来乱我，也不会被大家也不会被他吓到，没有他就好。对，下次不要放他来，继续吃，好吃哦。没错，今天介绍的这五道美食全都是网络票选人气最高的前五位哦，实力非常的坚强。大家如果有到新人花园夜市的话，记得要去吃看看哦。以上是 TV So Easy 桃园夜市美食人生采访报道，我是墨金，大家拜拜。